就是有点我为了戏而戏，所以这个剧它其实是一种情绪流，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强氛围感，然后呢人设是很极致的这样一个故事。然后我觉得呢，因为今天放映的是三集，就是139，如果大家是从一集开始看，按顺序看的话，应该可以沉浸到这个剧里头，就是会上头，就是我一口气会一直看下去，一直看下去。如果中间断掉的话，我可能会有那种，就是我不管去干别的事情，我一直会惦记这个事情，然后晚上睡觉会做梦，或者说会想这个事情。这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种观影体验的话，那么我就成功了。其实我在试一种，就是靠情绪能不能带着观众一直去追一部剧，然后就是强氛围感，然后成年男女之间的这种暧昧推拉。然后我的作品其实包括我喜欢你，包括夏花，我一直觉得他们。